放松，你一定要把这份事业干好，要静心耐心，希望你也能够得一事终一生，把这份工作继承下来，传承下去。对于咱们家来说，你也是继承人；对工作来说，你也是徒弟；对家人来说，你是儿子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。谢谢了，我的家。